Hello，可以听到吗？可以。不好意思啊，就咱们上节课没有上，延续了一节课。然后，咱们可以把群里我发的那些素材，大家可以这个保存到自己手机里面，一会儿咱们一起进行一个剪辑。哦，好的。咱们也同时等一下其他人啊。好。
刚进朋友可以听到吧 ？Hello。可以。嗯，咱们把群，可以，咱们把群里的那个素材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咱们一起进行一个剪辑啊，先下载一下。然后呢，咱们再等其他人两分钟，然后咱们就开始啊。对，咱们的这四个素材呢，三个是我们需要的这个视频素材，然后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放的那个音乐，那个是我选的这个音乐的一个素材啊，都下载上来。好，好，咱们再等一分钟啊，如果还不来咱们就开始。好，那咱们就不等他们了，咱们就开始，好吧？哦，就我一个人。哎，两个吧，你们两个人吧，应该。OK。嗯。主要，咱们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啊。对，理解一下，让他们不知道什么情况进不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可以。嗯。咱们这上节课讲了一个这个日常类的，对吧？讲了一个日常类的这个视频的剪辑，然后咱们这节课呢再剪上一个学习一个这个技术流类的啊这个视频的剪辑，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素材啊。来，我们看这是两个素材啊，一个是倒豆子的，一个是倒水的。哎，那很多人就问了，这两个可以有什么效果呢？这个咱们一会儿进行一个剪辑。然后这个有的人问了，你这个走路的又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咱们一会儿也进行一个这个制作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音乐啊，给大家找了一段音乐。对，好，咱们这节课就是见证奇迹的这个时刻啊，来，就是不能光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这个剪辑，对吧？所以说。这个男的哎我们也安排上。所以说大家需要这个认真听课啊，这节课要认真听。来，我们点开这个 CapCut。然后呢我们先导入这两段素材，我们先剪这个吧，好吧，这个16秒的和这个11秒的先导入一个。为什么导入一个呢？这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要做这个视频魔术呀，对吧，相当于是一种视频魔术啊。然后呢就是需要用到这个画中画。这个倒豆子的是第11秒的还是16秒的？16秒的是倒水的吧。哦，那就是11秒的。对，我们随便，这个随便。您不管先放哪个也好，但是我们先导进来一个。对，然后呢我们第二步干什么啊？我们第二步在底下找到这个 overlay。 对，找到 overlay， 然后呢选择另一段素材。我们刚才是导进来一段，对吧？一段这个，然后我们导另一段，我再导个11秒的，刚才我导的16秒的，看这样是不是两段素材它就重合在一个这个视频里面了，对吧？现在好，然后这个是手把手教大家啊，大家尝试一下。第三步呢，大家看到这个
第二个素材上面是不是有个绿色的框，对吧？哎，然后我们该干嘛了这波？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大，然后让它俩重叠起来啊，来重叠起来，两个手就可以把它放大，哎，稍微有一点重合就可以了。看到我这个绿色的框了吗？和这个视频边缘重合，嗯、对，然后完全重合，对，完全重合，嗯，然后呢？老师，我的框为什么是红色的？啊，你这是红色的吗？对，但是你的可以放大吗？可以放大吗？可以啊，那就能，只要能放大就可以啊。然后来，咱们再继续看啊，然后这个。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个视频是不一样长的，对吧？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来用一个，就是我之前上课给大家说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了。我说咱们要做这个，有一些视频，哎，我们要往里加这种，哎，视频魔术的效果。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往里添加效果啊？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效果，对，不需要添加就是任何这个他们的模板啊，是我们自己来做的。然后呢，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二步啊，画中画完了之后，我们第二步我们要往里加蒙版啊，加蒙版。来，怎么加呢？我们点击这一段视频上面这段或者下面这段，我建议大家点下面这段啊，点击这段视频，大家都点底下这段啊，点击底下这段视频，然后呢，找到 mask， 来，我们找到 mask 啊，好，找到 mask 了，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再等一下吗？老师等一等，等几秒钟，因为我的那个顺序跟你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第一个先导入的是16秒的，对吧？对。然后再加这个11秒 ，overlay 11秒的 ，OK， 因为我的跟你有点不太一样，我希望跟你一样。啊，可以 ，OK， 可以现在可以了，呀，你说，嗯，然后我们这一步呢，我们点击底下的这段视频。点击底下的就对，然后找到 mask， 就是我们的这个蒙版，点击一下，是吧？可以出来吗？找到什么东西啊？ mask， 对， mask 蒙版有吗？这个咱们之前上课都有讲过啊，蒙版。对，这第几个？在你那个上面是第几个？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我们先点击视频，先点击底下这段视频出现了白色的框，有吗？有。哎，对，第几个我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第九个，有吗？哦，就是这个 transform 吗？ transform 旁边这个，右边这个。右边的 mask，OK，OK，OK，yeah。 嗯，好，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出来，是不是有这么多这个？蒙版的这个样子呀，然后我们今天第一个呢，我们用的是这个 split 啊，这个，哎，神奇的事情是不是就发生了？我们点击一下，点击上去了吗？嗯，来，哦，它倒水倒出来豆子了，对，然后对，这个就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这是不是它这个原理是什么？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这样光教大家可能是有点这个不明白，对吧？来，原理就是大家看啊。我是不是之前我们放了一张这个视频，放了也不是一张视频啊，一段视频作为我们的背景，对吧？然后我又让大家往上重叠了一张这个，一段这个，倒水的这个视频，对吧？两段视频重合，然后呢，原理就是我把这个，线性的就是 split 的这个蒙版我加到中间之后，然后呢，这个蒙版它会自动的为我们保留。第一个就是背景视频的下半部分会为我们保留这个第二段就是覆盖上去这段这个素材的上半部分是不是两个就是各沾了各演示了一部分保留出来一部分对吧就出现了这样效果、嗯、对然后这儿呢我们要把这个线我们要拉到合适的位置啊为什么要拉到合适的位置呢来如果我拉到这儿大家看一下对吧是不是很奇怪你看这个水和这个豆子的位置是不是很奇怪所以我们要往下拉一拉哎我们拉到这个位置再看一下来是不是这样是比较好一点对吧这种感觉是比较好一点嗯哎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关键的啊就是什么呢我们倒豆子是不是长呀一开始它是不是倒慢呀、嗯、对吧这个豆出来的慢
哎，然后恰好呢，我们上半部分的这个是倒豆子的，为什么？大家往后拉一拉，拉拉看，是吧？这是倒豆子的，然后我们前面稍微截掉一部分啊，让它这个豆子直接就哎从这里就开始，对吧？然后呢，怎么去截？大家应该知道吧？怎么去截前面一步？把前面去掉，怎么截？有人回答一下吗？嗯，就直接按照那个框缩短就行了。哎，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我们点 split， 然后删掉啊，这个比较麻烦啊。嗯、用这个最简单的、嗯，我们找到这个哎豆子出现多的这一部分。好，就这儿吧。我往后再拉一点。哎，好，是不是两段素材就差不多齐了？我们再来看效果。哎，还是有点这个不太衔接啊，我们再往后拉一点，来，我们再来看，拉的多了，大家也是可以调试一下啊。嗯，哎，好，然后这是我们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呢，我们要找到这个豆子消失的这一节，然后水也停掉了这一节啊，水也停掉了这一节，来，我们。就在这儿就可以，我们截掉一部分，大家也截掉后面的一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哎，是吧？这就是我们这个最基础的一部分就操作完成了啊，就操作完成了。大家看到是吧？平时我们也可以这样拍啊，一会儿这个我们剪好之后，我们再来我去拍。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步，第二步呢是不是就是有感觉这个它这个看这个水和这个豆子是不是出现的部分是不是有点太这个刻意了，对吧？然后我们是不是刚才忘了一步什么东西，来我们找一下啊，我们这个回到最初始的位置是不是就找不到这个画中画了，对吧？找不到另一个视频了，怎么找呢？有没有人怎么去找？怎么去找？还是到 mask 里面吧。mask 是我们的下一步，我们这一步怎么去找那两个视频？现在是它重叠到一起了，看视频轨道。哎，对，我们怎么去找另一个视频呀？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哎，我们刚才在 overlay 里面。对，为什么呢？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因为刚才我们第一步就是在 overlay 里面去加的这个视频，对不对？嗯，对吧？所以我们退出来之后，我们想去继续去找见这两个视频，我们还需要去点开我呗。对，好，然后我们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啊，我们再去找 mask， 对吧？哎，去找到你这条线，让它出来。然后呢，这儿我们再需要是不是要去调点这个羽化值，对吧？我们调点羽化值。哎，我们再来看效果，调多了啊，再来一点。让它就是更加融合一点。对，大家这儿也可以自己去调试一下啊。好，调完之后呢，大家再看效果啊。大家也可以调一下啊。这个呢，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些娱乐的这种呢，比较有意思的魔这个视频魔术啊，视频魔术。好，大家调。可以吧？可以之后呢，我们再点开 mask 去找到这条线。这里呢还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功能啊，如果我们说，哎，我就希望这个上面倒豆子，底下倒水，底下出水，怎么办呢？有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吗？只需要很简单的一步啊，因为我之前讲这个 mask 给大家说过。就是这个蒙版呢，我们可以去旋转，可以去调位置，对吧？来，我们再来一个神奇的，又出来了啊！我们进行一个旋转，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倒豆子出水了，对不对？哎，是不是？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大家试一下，来，把它翻转过来。这个呢，点呢，这条线还是放在我们刚才的位置上，大家可以试一下。可以吗？嗯，怎么翻转的我没看见，我把那个箭头找出来了，箭头找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出来了吗？嗯，
这个是怎么出来的？我只能移动这个线上下，但是你怎么旋转是怎么出来的？两手指头放在屏幕上，放在这个线上面，两个手指头。OK， 两个手指头。对，可以吗？哦 ，OK， 可以，可以。把你把它旋转180度，放在这个位置，嗯、就成了倒吐口水了， okay. 对不对？是吗？我们可以再试一下。可以吧？大家可以做出来吗？嗯，可以，可以。可以是吧？好，看是吧？然后中间大家可以去提点字呀，就是，下一秒你看，比如就是我们在前面可以加几句话啊，比如下一秒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吧？我们倒了豆子，然后就会出水，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大家这个字体我们去自己添加就可以了，从那添加就可以了。也可以去添加点音乐啊，比如咱们随便找个音乐放进去，就这个吧，来。是吧，我们随便加个音乐也可以啊，然后不想放音乐也可以，然后这就是我们一个这个简单的视频魔术啊。这儿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拍这种的这个这个视频呢，我们需要注意两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呢？来看，这是两段素材对吧？我们上面这段这个是我从这儿看吧，给大家来可以看到吧，这是我们第一段素材，是我们第二段素材对吧？大家可以发现吗，它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架子就是夹着这个上面这个桶的架子是不动的，然后呢这个拍摄的位置就是咱们看的这个拍它这个镜头的位置也是不变的。怎么说的简单点啊，就是大家如果去拍这样的素材，我们这个拍这个主体的这个手机，哎，我们是不动的，不可以动的啊，如果一动的话就会露馅儿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拍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你看对吧，它这个景别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还是强调就是手机不可以动啊，然后去拍摄两段素材，两段素材，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大家再一起回忆一下啊，我们拍好两段这样的素材，手机不可以动，对吧？手机不可以动，然后就拍这样的素材，我们只需要去换材料，换水或者大豆，换一个这个底下的盆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就需要去剪辑，剪辑第一步是干嘛呢？我们是不是要去导进去一个这个，导进去一个这个素材，对吧？导进去先导进去第一个素材，第二步呢，我们是不是要往里加这个画中画 overlay， 对吧 ？overlay 里面再放一个这个拍摄的另一段素材，是不是有人要进来？大家稍等一下啊。好，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是要去这个下面的这个素材里面，哎，去找到这个蒙版，对吧？去找到这个蒙版。然后去进行一个添加，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别忘了加一点点语画值啊，加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视频就会做出这样的效果，对吧？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啊简单的一个视频魔术，然后咱们这个来玩的朋友呢，咱们先学下一个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再讲回来讲这个，如果没时间的话就是完了给大家就是把那个这节课的链接哎给大家发到群里，大家再回头看一下。好吧，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段这个第一个这个视频的剪辑，哎，我们再来第二个，来，大家选择这个让大家保存的这个走路的这个视频，大家导进来，哎，导走路的这个视频怎么导进来？好，导进来了吗？其他人导进来了吗？稍等大家一小会儿啊，大家导一下往里。可以吗？大家导进来了吗？好。然后很多人就问了，你这一个走路的这视频你能做出来个啥花样呢，对吧？来，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技术流啊，
我们学会了这个以后，我们这个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好玩的视频啊，对吧，视频模式之类的技术流的视频。来这个呢，大家看啊，看似是普普通通一个走路的视频，对吧，但是呢我就想让它有这个花样。怎么花样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相当于走路哎留个影子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啊效果。怎么做啊？第一步我们来看整个素材是不是就是六秒的时间，对吧，六秒的时间啊，我们先放进来。第二步呢，我们往里加一条音乐，音乐啊，这样子。为什么我去找一段音乐，还是想让大家去练习一下这个音这个音频提取啊。怎么提取应该都知道吧，我就不说了啊。点击这个add audio 对吧，然后选择第三个这个音频提取。我有没有给我有给大家发了个21秒的这个音乐，来大家放上来听一下。哎，我们找一段这个音乐比较好听的这一段啊，好放到最前面，让我们来听一下。好的，选择一段这个好听的音乐啊，然后我把后面删除掉，对，做一个这个背景的铺垫。好，我们这第二步对吧，加一条音乐我们放进来，然后第三步啊，正经的就来了。我们第三步干什么啊？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三个吧，演示三个这个做法。但是这里大家听一下啊，我教大家的这三步呢，三个步骤它都是一样的啊，它每个这个效果都是一样的，我们就讲三遍，然后大家听一下啊。好，怎么没有人？咱们是不是有朋友今年的就是进不来啊，还是怎么样呀、啊、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吧。来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先找到这个三分之一的地方吧，先做一个啊，来走这儿吧，这个位置啊。来第一步啊，手把手教大家，大家听一下。第一步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主的素材，主素材啊，点击好之后它是不是出来一个框，底下的功能滑到最右边有个 phrase。大家有没有人给我说一下这个 phrase 是干嘛的，有没有人说一下？ Hello， 有人知道吗？没有找到，关键是我们点击视频滑到最右边最后一个 phrase 有吗？大家记住啊，还是在我们在剪视频的时候，我们剪哪个我们一定要去选中这一段素材，有一个白色的框。嗯，看见了。哎、phrase 最后一个，有没有人？我讲这个 phrase 是干嘛的？有没有？哎，都忘了是吧？忘了也很正常，因为就给大家强调过一遍。这个 phrase 呢，它就是一个主动为我们做一个3秒钟的一个定格的照片。哎，是一个定格的照片。哎，然后呢，我们这个线的位置啊，大家看好了吧？这个线的位置是我选的这个素材里面人物动作的这么一张图。对吧，我想要在这里我先做一个定格，哎，让这个人，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吧，我要做什么效果，是不是想给大家做一种这种这个人走路留下影子的一个效果，对吧。好，第二步呢，我们就把这个线，就是大家看到中间这条线了吧，我选择这个定帧的这条这一个画面。好了之后呢，我点 phrase， 哎，大家看是不是它自动为我们生成了一个3秒钟的一个这个视频呢，不是一个照片呢，对吧。哎，对，然后下一步我们该干嘛了，下一步我们该干嘛了，来再给大家说啊，第三步我们就该啥的了啊，第三步该干嘛了呢，来我们返回到初始界面，然后这条线不用动啊，然后上面的素材不用动，我们只需要返回到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初始界面。哎，有吗？然后点击 overlay，对，点击，为什么要点击 overlay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呢也需要用到画中画的一个功能，为什么需要呢，我们下一步就知道了。来返回到初始界面啊，一定要返回到初始界面，这条线不要动，我们去找 overlay， 对吧，先选中 overlay， 然后这儿呢我们要为什么选这个啊，是因为我们先要点开这个画中画的功能，
然后在这个画中画的功能里面再去找其他小的功能。怎么找呢？我们就点击刚才生成的这三秒钟的这个照片，我们点一下，是不是底下又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功能了，对不对？大家有吗？嗯，哎，这儿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speed 和这个后面这个音乐不能去调啊。因为我们这三秒是一张照片，对吧？然后照片呢，我给大家说过，照片是不可以去变速的，因为你再变速照片也是一张照片，对吧？所以它是黑的啊。好，这个音量我就不说了，照片就没有音量，对吧？好，我们滑到右边找到这个另一个 overlay 啊，这个是一个两条线箭头弯曲的箭头交叉的这么一个这个功能，我们找到了吗？嗯，它是亮的，对吧？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我第一节课给大家讲这个 overlay 的时候，它里面有这个功能，我说这个是黑色的，这个到后面呢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它为什么是黑的啊。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一步了，看它是不是变亮了，我们一起来点一下，它是不是自动的就切到底下去了。嗯，这个功能呢在我们的这个剪映里面它叫切画中画。什么叫切画中画呢？大家看啊，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把后面先不用动，大家来看啊，是不是走的，哎，是不是就切到我的这张照片上面去了，对吧？它就不会动了，切的是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刚才做的这张照片，对不对？哎，大家来看，是吧？它就不会动。哎，这个就是我们很好理解啊，就切画中画。我们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画中画的这张照片，对吧？然后我这个位置，当走到哎这个的时候，这儿的时候，它就会切到底下这张照片的这个上面，对吧？很简单啊。然后呢，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大家看啊，刚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三秒钟的样子。我为什么要把后面这个拉长啊？大家先拉长，一会儿再给大家说。前面呢不用拉长，对，前面因为这里要保留上面走路的这段视频，对吧？后面不要拉长啊，后面要拉长。为什么？因为我们走到这儿的时候，拉的一样长。好，这儿一会儿再来给大家说，因为我给大家说这里听的比较懵，我做好这一个特效再给大家说为什么去拉长。哎，到这儿之后我们该干什么了啊？大家做到这一步了，应该它已经切下来了。我们点击下面这段这个照片，大家点一下下面这段照片，找到蒙版，就是 mask， 对吧？找到这个蒙版可以吗？可以找到吗？嗯嗯，刚才我们用的就是我们上一个那个视频魔术用的是不是 split， 对吧？一条线的那个模板。我们这一节课呢，我们需要有两个第二个模板。为什么？我们放进来看一下啊。我们把它竖起来，两个手可以把它竖起来。因为我给大家讲这个模板的时候呀，我跟大家说过，这个模板呢，它是可以把你的主体夹在中间的，然后把两边给就是给那个变成透明的，对吧？两边变成透明，中间主体部分可以框在中间，大家试一下可以吗？嗯，可以吗？可以吧？也可以旋转，对吧？可以做到旋转吗？嗯，对。嗯，可以吧？两个手指头就可以旋转。然后这里大家再注意一下，我们这两条线不需要太宽啊，我们需要紧紧的把它卡在中间就可以了，就能缩多短缩多短，但是要保留我们人的这个主体，可以吗？嗯。哎，好，我们这里看效果，是吧？是不是就是留影子的这种效果，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吗？嗯嗯，然后这里是不是有点奇怪？是不是有点感觉从那个镜子里出来的感觉？我们这里是因为要调点羽化值啊。哎，我们走点羽化值，来再看效果啊，它就不会那么强硬了，对吧？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吗？你那个咱们做的再和我一起操作，小伙伴们也去加一下这个羽化值。如果找不到刚才那一步呢，我们点击这个底下的这段这个照片，四秒四啊，我这是四秒四的一张照片，然后。点击蒙版，哎，然后稍等一下啊，点击 mask， 哎，出来蒙版，我们这里调点羽化值就可以了，可以吗？可以找到吗？
你说的羽化值是什么意思？羽化值那估计是你上节课没听吧。你看就是旁边的这个白色的小点点，咱们这个蒙版是吧，两条黄线旁边一个白色的小点点，我们往过拖一点，往外拉一点。OK OK。可以吗？可以拉点吗？嗯。嗯，好。你往外拉一点，然后我们再看一遍，您应该看的这个效果就舒服。来，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你做的效果。可以吗？有没有效果？嗯。嗯，好。是吧，很简单对吧。然后这里再给大家说后面为什么要拉后面前面不需要动，后面反而去需要和后面这个主体部分对齐啊。来，我们拉短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来看啊，是不是个圈吗？对吧，他走到这儿他就不会，他就没有这个了，所以我们要拉长对吧，和后面一样。哎，这是我们对，可以吗？嗯。哎，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啊，做了第一个了。然后后面的其实步骤都是一样的，有没有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有吗？有没有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有吗？就是你再找到一个位置，再停下来吗？再去？哎，对，来，咱们再来一遍吧，再给大家复习一遍。看，第一个功能是不是走到这儿了？我们当然了，我们这个视频里面你可以做五个呀，对吧，五个这样的效果。你看比如你走到这儿了，哎，来一下，走到这儿了来一下，走到这儿了来一下，对吧，都可以啊。它这个次数是不限的，所以就是一直重复。对，然后就是效果就是比如走到这儿，哎，后面拉这么一个动作，走到这儿，哎，又是一个动作，走到这儿，哎，比如我们再来一条吧，比如我来一条这个跳的吧，我做两个啊。来，大家跟我走，第一步是不是我们需要点这个第一个这个主体的这个素材呢，对吧。第二步滑到最右边找到 phrase 是吧，切一个三秒的这个定格照片，对吧。第三步呢还原找到这个 overlay。 哎，第四步呢我们点击这个刚才的三秒的照片，点击 overlay 切画中画，它是叫 overlay 啊，但是它是这个英文嘛是吧，表述的我不是吧，没有这个国内的这个轻啊，这个就叫 overlay， 同样都叫 overlay， 但是这个叫切画中画。哎，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这一步啊，我们就需要把它的这个时长拉好。哎，后面一样长，前面无所谓啊，因为前面是前面的步骤。然后再往后走呢，是我们点击底下这张照片，去找到 mask， 找到线性的这一条，对吧，一模一样的步骤啊。如果刚才有认真听的朋友呢，肯定可以知道，哎，刚才我说的尽量把它框的短一点，然后拉的这个羽化拉一点，哎，我们来看效果，就特别简单，就这么快，都不到三十秒吧我就做出来了，对吧。哎，就这样的效果，留影子的这种感觉，有人可以做出来吗？可以。有没有疑问？可以，对吧？是不是可以做出来？可以吧？其他人呢？其他人可以做出来吗？可以吗？其他人可以吗？是吧，可以导出呀，导出大家应该会吧，点击右上角这个 export 就出了。嗯，都明白。嗯，好，
明白了，其他人也可以，对吧？如果还有疑问的呢，就是咱们完了这个会给大家发一个，如果没有听的这个朋友，肯定有几个人没有进来啊，给大家发一个这个视频的回放，大家再来看一遍。好，这个呢就是这节课给大家简单的讲的这个两个这种视频流、视频类，哎，不是视频类，然后技术流这么一个剪辑的效果啊。然后第一个是那个属于一个这个视频魔术，对吧？然后这个呢属于一个这种略带点这个神奇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视频，对吧？这节课给大家讲两个这个啊。然后呢，这个到现在呢，我给大家有没有说过这个？有一个功能好像没给大家说到啊，就是这个纯色抠图跟大家说了吗？这个我不会念啊，这个麦斯克这个旁边这个有给大家讲过吗 ？Chroma key， 不知道。Chroma， 是给大家讲过对吧？应该讲过。讲过对吧？就是那个纯色抠图。讲过，那我就不给大家强调了。那就是大家，到现在呢，其实这些该给大家讲的啊，就已经全讲完了。然后，可能需要这节课下了之后，大家需要大家去做一些这个视频，为我们最后一节课，哎，我们最后一节课上课可以交流交流，对吧？然后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抖音的小技巧呀，对吧？现在国内抖音的一些形式呀、小技巧，给大家可以讲一讲。然后针对于到现在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我可能有缺课，那我就是想看那个录像，是吗？您是哪节课没上呢？我好像是第二次上课没有上吧。第二次，好，这个咱们这节课完了呢，我让咱们另一个老师给大家要一份。Yeah， 对，第二次，还有今天这个我也想再看一下，我觉得我有些地方好像是没有 get， 就像你最后说那个 Chrome 什么 Chrome key 那是干嘛的，我也不知道。Chrome key 是哪个呢？看，就是你最后说你念它有这个是吗 after mask 旁边的那个，对 Chrome key，这个其他人知道吗？其他人知道它是什么功能吗？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可以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功能也特别好玩啊！你可以再演示一遍吗？来，可以。那这里正好，咱们还有点时间，就是如果大家有想问的啊，就像咱们这位朋友一样，咱们就提前是吧问出来。这个功能是干嘛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相机吗？好，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它是纯色抠图啊？为什么我又找了一张纯白的墙？这个其实一般，来做这个，来做这个，大家叫绿幕吧，剪这个片子，剪电影有绿幕，哎，一般是要去抠绿幕啊。咱们就以这个白墙来说，也是纯色的啊，也是纯色的。来，比如说，大家可以把我的手想成舞啊，大家可以在这儿，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比如说，哎，我再跳个舞，对吧？也可以说大家自拍一个，然后比如啊，你看，来，我这里拍一张这个视频，哎，它这里面为什么没有视频呀？大家稍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大家稍等一下，我用另一个手机拍一段素材发到这个手机上面，应该是我在录这个，大家稍等啊。好，我已经拍完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稍等一下，我传一下素材。好，比如啊，大家可以简单的把我的手想成我啊，想成这个。想成我在给大家表演节目啊，来，大家看一下。先给大家讲这个抠吧，怎么抠啊？我们把这段视频导进来，很简单啊，两秒钟一个视频，大家可以想象成各种动作啊。然后呢，我们刚才那个功能我们找到，是吧？纯色抠图这个功能，
我们这个功能进来呢是这样的一个界面啊，它这个功能其实就是很简单，是一个换背景的一个功能。但是呢，换背景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是在这个纯白、纯色，或者是黑色不可以啊，黑色不可以，因为我们的发色呀，有的都是黑的，一抠就全把黑色抠掉了。所以我们找到白色，进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界面，是吧 ？Mask 底下这个是一个界面，这是一个颜色这个选颜色的一个这个功能，这个圈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选择器。哎，第二步我们把它这个圈移到我们的这个背景上面，是吧？是不是圈里面就变成这个白色的了？对吧？变成白色的了啊。第三步我们干什么？我们点击后面这个 Interest， 然后去拉直。哎，因为这个可能对外面的曝光有影响啊，大家拍的时候也注意这个光，所以我就简单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功能。好。我们第四步加点阴影，就是后面这个最后一个这个，我们加点阴影。第二个多少？我看一下啊，来，我看一下效果，对吧？这个因为我这个手晃得太快，大家可以看到吗？我这个手就是那种感觉是没抠干净啊，没抠干净，没有把白色抠干净，所以这儿大家就是简单的看一下，然后大家就是完了可以在这个纯色的背景下。可以抠一个这个，用这个纯色构图做一个视频，比如大家在家里找这个纯色的墙，哎，拍了一个这个一段舞蹈的视频嘛，比如，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背景换作是，比如你看啊，大家在美国对吧？大家就放一张，比如是海边呀，就在家里的话，我们放在这个海边呀，比如来给大家选张照片示范一下啊，比如我选一个这个吧，选一张这个图。对，这是一个日料的一个店啊，日料一个店。然后我们，我再给大家演示这个换背景的这个过程啊。先选一张照片或者是一个视频，然后我们 overlay， 把我们刚才拍的这段视频放进来，对吧？放进来之后呢，我们找到这个，mask 的旁边这个纯色抠图，对吧？来，然后第二步呢，是吧？是不是我第一步是进来是这样子的？第二步我把这个选择器颜色选择器放到了这个纯色的这上面，对吧？第三步 Interest 去抠图，第四步呢去选点阴影值，然后我把它换个位置啊，刚才是白墙对吧？来，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因为我着急啊，所以给大家拍的这个不是太好。就是说那如果是你这样，比如说你在家里在一个白色的背景这儿走路，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走路的抠下来，然后这种抠得下来吗？然后再放一个海边走路的背景，这个可以吗？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okay. 可以实现。哎，对，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是不是白墙这里，不过是这个我摇得快了啊，这个手部是比较粗糙的，它抠的是比较粗糙的啊。然后呢，就是刚才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啊，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和道理，就是要这样做。我们去，先找一张这个背景图，对吧？或者是一个背景的一个视频。然后呢，我们 overlay 放进来我们的刚才拍的这个纯色背景的这个视频。第三步呢，我们对这个纯色的背景，这张这个视频，我们进行一个纯色抠图，就是这个 mask 的旁边这个啊，纯色抠图。对吧？我们来再试一下啊！你看，把白色的抠掉，是吧？我们点第一个，比如第一个啊，我们先用这个来说，你看，随便我们选一张这个白色的，我们抠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其实我们抠掉的就是白色，涵盖白色的部分，对吧？就是抠掉就是涵盖白色的部分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纯色，比如是因为这个绿墙呀，对吧？大家没有啊，所以这个白墙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白墙呢，我建议大家找一面纯白色的啊，上面不要有任何这个贴纸呀，对吧？这样子的这个墙，纯色的白墙。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身穿的衣服不可以是白色的啊。如果是白色的话，就可以把那你的衣服抠掉，对吧？但是不会给大家偷的透明啊，只会抠成黑色的啊。好，所以说那样特别丑。所以说建议给大家一点小建议，包括鞋子是吧，
你要是一抠把鞋也抠掉，脚就没了，对吧？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纯色抠图啊，大家，我给大家补充完了，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这节课？还有吗？没有。没有了是吧？这节课应该都听明白了对吧？好，如果接下来就是希望大家啊，就是在咱们下节课上课之前，我看啊，大家明天有时间吗？应该是还有一节课的时间，还有一节课我们需要上。大家明天有时间吗？有时间。明天晚上也可以对吧？嗯嗯。咱们今天晚上应该是大家那边的时间应该是7点，晚上7点开始上的对吧？嗯嗯嗯。明天大家可以做出来视频吗？可以做出来作业吗？我觉得有点困难，明天有事儿吗？明天有事儿对吧？那咱们就是还按正常时间来吧，咱们应该是隔一天上一天，咱们就后天可以吗？可以。嗯，好。同样的给大家就是就是小两天的时间让大家去做这样子的视频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完成，然后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往群里发一个，就是我们前几届这个不说几届了，就是一批学生们他们做的这个比较质量好的这个作业啊，给大家发到群里面，大家可以哎看一看他们这个效果，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模仿一下，也可以创新，但我更希望是大家创新啊，有自己的这个花样。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这节课就到这儿了，然后下节课上课之前大家可以随时把拍摄好的制作好的这个视频放到我们的群里，好不好？好。嗯，好。然后有一部分就是来晚的朋友呢还想听的话，我一会儿给大家要一下这节课的链接，大家就是随后可以进行一个回看，好吗？就在群里向您要吗？嗯嗯，可以。好，您是哎，这位朋友是第二节课没上对吧？第二节课没上，然后这节课我也想再重新看一遍，因为有细节我觉得我好像是没有弄到，我要看一下。嗯，那就是第二节课和第五节课对吧？就今天就是第五节嘛，对吧？对对对，今天是第五节。Yeah, yeah. 嗯，好，那咱们这节课就先到这儿，大家完了有什么问题，在群里可以问我们啊，我和高老师都可以。哎，好。嗯，咱们这课到这儿了，拜拜。谢谢，拜拜。嗯，不客气，拜拜。